我们的高中国文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它的封面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封底，封面跟封底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哦。然后如果你打开来以后，会附一个保护的袋子，预防它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受到碰撞。那如果收到的时候，外面还有一个防撕袋，这个是我们的包装袋的部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白白国文，我是白白老师。那今天呢，会发现我们桌上非常多一本一本的书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笔记终于印刷好了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来业配我自己的笔记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我们上次是先介绍高中国文的笔记嘛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印刷好的成品。最后印刷好的成品是长这个样子，包括封面还有封底，那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，这个颜色其实也调了蛮久的，然后还有包括封面起飞的青春也是我替大家下标的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高中这个年纪正值正要起飞的年龄，所以我帮大家下标了一个起飞的青春高中国文，然后里面总共有最后厂商算出来是有170页的彩印，所以是170页的彩色印刷，那最后的定价决定是699元，但是不含运费。如果你去虾皮上找彩色印刷170面的笔记，差不多都要1000多块哦。可是因为我们就回馈给大家，所以一本卖699。然后里面内容，因为上次都介绍过了，我还是大概再讲一下。里面就是包括过学尝试，然后还有课文的题解作者跟课文结构表的部分，所以它是属于比较详细版的笔记，因此才会有170面这么多。然后笔记有一些问题，请你确认你可以接受以后再下标，因为我的这本笔记其实是有2本笔记本组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它最后的那个格子会比较细，然后前面的格子是比较宽的，因为这是2本不同的笔记本印在一起的，这是一个小问题啊，但是它不影响观看。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个部分，这个也确定看你能不能够接受，因为有一些课文我在抄写的时候，我都会写那个课文结构表，可是假如那一面课文结构表我抄不下，我可能就会写到另外一面，比方说像是岳阳楼记，正常来说课文结构表都是由右到左，但因为这课写不下，所以我把最后一段第5段又放在另外一页，就是只有少数几课有这个现象啊，其他大部分都是一页就把它写满了这样子。所以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你都觉得 OK， 然后就而且觉得我们的笔记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，我会把那个虾皮的网站附在我们的讯息那里，大家就可以去下标咯。然后如果你收到的货物会是长这样的，因为为了怕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碰撞，所以我都会放在保护的袋子里面，所以大家拿到的时候也不用担心。那再来是中文专书的部分，中文专书的部分就比较多了，比较多本了，包括像是文学史，文学史因为最后算出来高达大概有700页左右，所以我把它分成上下本，然后还有文字学跟哲学史，而且每一本一样我都有帮它下一个标题，然后每一本的封面也都是封面跟封底也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样子。那至于内容的部分啊，有，因为这一套中文专书页数真的太多了，所以厂商在印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，所以也请大家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接受。如果文学史的上册有一页，因为我当时候贴了一张便条纸，可是印的时候忘记把它拆下来了，所以这样这张便条纸就会挡住后面的字，所以因此我有另外再帮你印一张是后面的字的那一张，但是就没有办法再放在书里面了，这张等于就是我另外印给你的，因为当时候忘记拆掉那个便条纸，所以上本的文学史就会有这个问题。然后还有文学史后来有700页，所以也请你确定能够读这么扎实的内容再下标。那在哲学史的部分也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哲学史的部分厂商在印的时候有几页他不小心搞错了，就是如果他86页完，
他要接的应该是91跟92，但是他不小心把91跟92放在比较后面了，所以这个读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等于他的86页完要接的是91跟92，有点错页了。但是这个也不影响后面的阅读啦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分大标来整理的，所以只是这个小部分他有点硬反了这样子。那至于其他文字学跟甲骨文的部分就印得蛮完整的，比较没什么问题。声韵的部分啊，因为声韵的部分我有一些字抄的可能太下面，以至于印刷就没有那么清楚。那为了预防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也是另外写了一张纸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你可能看不清楚，我就写了另外一张纸，说19页你看不太清楚，我另外写给你。然后23页、29页几个小地方啊，大概两三个地方比较不清楚，因为在边边角角，所以我就另外又写了一张纸，然后这张纸我也会付给你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因为这本啊，这套书因为它印刷起来真的太麻烦了，而且页数又很多，就是连厂商要印都觉得有点麻烦，因此我们只能够提供整套一起贩售，而且是黑白影印的。然后如果我目前是印了8套这个专书的部分，如果卖完以后，除非之后有更大量的需求，不然我们短时间都不会再补这套书的货了，因为它印起来真的比较繁琐，而且其实它印起来成本也蛮高，因为页数实在太多，可是需求的人又不多，所以卖完以后之后就不会再特别补货了这样子。然后整套的话这样子买下来，含文学史、哲学史，然后文字声韵还有甲骨文，这样总共是2999，就是3000以内，而且包含运费。如果这整套买的话是包含运费这样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还有喜欢我们的笔记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，然后还有也可以去我们的虾皮购物下标咯，谢谢大家。